暂时确诊新冠肺炎，连同家人也一并染疫，他为此也特别暂停手边工作，好好隔离休养，也让不少粉丝相当担心。如今经过十天时间，他还发文宣布自己已经转阴性，和粉丝朋友们报平安。他也回归工作岗位，晒出妆发美照，表示今天开工，但咳嗽还是有点频繁，不过录影还是很开心。时间照片中可以看到他连换两套造型，气色和以往并无太大差别，整体状态看起来已经好转许多。而眼尖的网友还发现小 S 复工看起来似乎变瘦不少，对此他也亲自回复留言，因为确诊吃健康又不能喝酒，幽默留言直接笑翻不少粉丝。